那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不同的 DM 都会在这边，那就包括一些车床、铣床、复合式的冲床都有，点就是合在一起。那我们旁边有一个烟斗，对的，那就是我们的龙头。这就是液压系统，你看，这也是液压系统。在这台我们还没改了，这液压系统，它一个用油压把那个橡胶哦成型。小球泥啊，刚才小球泥啊，澳门有一些绝缘体就是要用来给烧起来，烧起来就出来，熔软了。然后用油压系统，然后模具在里面，然后压紧，然后加热，成型完又再通风。哦，这就是也是在液压系统在用的。哎，这个我们刚才早上讲的，说液压是工业里面最常用的东西，也是最耗能的单元了。这就是接下来是那个电木了。我们要做那个绝缘体的电木哦，来做电木皮啊，这个是改装的方式啊。我们讲的这叫油路板的，它油路板就是它要把那个体积缩小，然后它就用一块钢板，然后把那个油路通通灌在那个钢板里面，然后我油这边流那边，澳门所谓的同步就是刷这里的信号，然后让它有液压的同步动作。是。所有的工作机台通通用液压，都有液压关接，这时候我们液压变成是我们最主要的节能的步骤。好，那我们慢慢就一直在修改，在那个橡胶那边还没弄，来那边先弄。来，相对好，相对的话，在液压这一步能够节省下来的电力和水管，我慢慢就可以达。有的比如说，我们曾经做台塑的案子，你那灌那个管槽啊。我拿那个水泵来观察，我们评估计算可以省到60多的，就是在液压的部分节省下来，基本上那个最大的电力的消耗都在那里。那好，好的 ，OK， 我们大概有什么一些不明了的地方，我们这边聊一下。现在我们台中，我们自己台中产所生产的机械。这么家己的其他都安尼老要用啦，家己也要用，啊，就说做下家己就用啦，哎呀，裤衩兼西裤，这连续无啦，连续无不会输的啦，连续无，一顶款做地无啊，哦，这是做地无啊，啊伊啊一关等等到尾啊，整整变成咱咧爱的迄个钱嘛。橡胶啊，哎，橡胶一样，看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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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啊，我台湾的。变频它没有起停的动作。